안녕, 아룬입니다. 相信大家都知道咧，其实韩国人好中意香港嘅影视文化嘅，咁所以咧今日就想带大家去睇下一间位于高阳市以张国荣做主题嘅 cafe 会系点嘅。咁事不宜迟，Let's go！谁明人生乐趣？我会说为情为爱，仍然是对。谁比你重要？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。谁比你重要？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。一追。再追，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。原来多么可笑，你是真正目标。一追再追，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。原来早不缺少，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。好光阴纵活太多，一分钟那又如何？会与你共同度过，都不枉。能重新做过，我会说愿能为你提前做错。谁比你重要？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。谁比你重要？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。原来多么可笑，你是真正目标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的话，希望大家可以给个 like 和订阅这个 channel。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